你到黄门口，从这儿进。这个还好，我走一遍。 看上去没有那么难，但实际体验了一下，又有点难。其实因为我们最直观的光线是光线的下半区域，就是光线射到地上的那个形状啊，或者轨迹啊什么。但是其实光线是从我们的头顶射下来的，所以在中间的这个光线的通路呢，它是有可能会擦到我们身上的某一些部位的。这个是很难靠眼睛去捕捉到的，所以有很多的视角盲区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这边这个手机上内容证明了我们刚刚的猜测。反正他们在制造毒品。对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这有吗？那没有，那个本子有吗？哎，要找一张卡。下面这个柜子。这怎么念啊？来。 绝密啊！通行证。卡住了。哎，不是这样吗？哦，再刷一下。刷的时间不够久。 用力推，我右边推。所以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的伙伴们？来，我们两只手来啊，来，准备。好，阿姨。 走过去了，别过去了，别动。没多远啊，哦，不错。<笑>哎，那儿可以拿，那里边可以拿。你够得着？你够，你够高吗？我们要上，我们上去就可以。哎呀呀呀，疼！让我站起来，上来就可以。啊，站起来就够。哎。
就是够不着，就够不着，就不让玩。不会拿我来做实验吧？这一期镜头也太少了吧，这一期呀、啊！救命！哎呦，不知道干啥。哎，可能是表现不好吧。这么早就下线了，对不起我的粉丝们。没有让你们看到更多的我，十分抱歉。石凯。哎，石凯不是在隔壁吗？怎么没动静了？对啊，石凯，这里，你干啥呢？这儿，你在干啥？我被关在这儿，啥也没干。你那边要干嘛呀？是要等我们救你吗？我不知道他们想干嘛，也没人吓我，就关在这儿坐着。说啥？没听到，完全不知道。你说啥？你们出来了吗？我们这儿缺一个人儿。我这儿缺一个人儿。他也缺一个人儿。那这不就等他俩被抓吗？那他俩在干啥呢？你们真是自寻死路，都给我带走！你们把他们两个带上去。老实点，别动！走，都跑不掉，都跑不掉！我们来救你们了。Savior， 怎么了？终于把你俩抓了，你俩在干嘛呀？才被抓了，我们那边都过了，你们就一直被关在这儿，我就一直在这坐着，我都快别动了，我就动，来来来来，不服就打死我，不服就打死我。柜子里有消磁器，可以打开一个人手铐，密码是539。去通风管道尽头拉下电闸，你们就可以出去了。这里，这里。哎哎，什么东西？开嘛？怎么开？仅可使用一次。去通风管道尽头拉下电闸，你们就可以出去了。那你开吧。你的已经开了。我们那个消磁器，其实我是准备给他用的。我好像记得就是说，好像要一个人什么通风管道干嘛的。我觉得阿普的速度会快一点，对。但是我们拿到手里以后，没发现，我没想到我的那个就自动脱落了，就没办法了。如果我们两个只能救一个，我一定是希望让凯凯逃出升天。我实际情况是往上面一放，然后凯凯那个就开了，然后，就只能是凯凯是做单线了。快救哥哥，凯凯，哥哥顶不住了，这咋整啊？哇，他还在电哥哥，他还在电哥哥，快快快！太离谱了，今天第四次单人，快去！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觉得不算这个大单线的话，就
反正就算一个人啊，我理解的担心就是一个人去完成一个任务，或者说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待着，这可能就是我所理解的担心，应该有四个左右吧，四个，可能是四个吧。当时其实没想什么，就是不看不听，就冷静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这就是我的这个单线任务的秘诀。今天我必不可能叫出一声